一个白袍一级夫深夜寻欢。哎，漂亮金送的金鱼西的架，正是米克白，前花名是可当姐姐来着。21号，他和家有美玲剧组喝下清酒，正遇上妈妈及粉丝来合照，他也亲切相陪。大伙儿吃饱后，继续往 KTV 刷团，阿雷唱个歌，姐也可以开心成这样啊！难不成身家上亿的尾牙大王老公无法给他这样的快乐吗？加上他最近脸书不是 po 独照就是工作照，连日前参加一男书法家赵云的婚礼也是一人独自前来，该不会赶快来问当事人。那他刚好最近比较忙，他在读那个新加坡 EMBA 啊，他只是说现在都是他在顾家，我就说啊，那我要拿生活费，他就说你我都是我在顾家，你还拿生活费。所以现在婚姻还是跟谈恋爱的时候一样，感情还是很热烈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我的妈呀，这是谁乱讲的？娱乐动新闻，对，下次如果有婚宴，我会叫他参加的。报道。